亲爱的火把人，欢迎收看本周的 Torch News， 特别欢迎在场每位妈妈们，非常高兴你们今天的到来。各位火把人，如你旁边坐着妈妈，请对她说，能坐在你的旁边是我的荣幸。能够服侍神也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，无论是切面包、收奉献、弹吉他、颁奖台，你准备好献上自己了吗？5月28到29，火把事工联合面试，欢迎上网填写事工报名表，或是更加了解服事。让我们一起成为 The Army of God, The Body of Christ。2016 Ignite 青年特会报名倒数一个月，还没决定好要效忠国王还是王都吗？学生们不要再犹豫了，先报名再说。6月30到7月2号为大专场，7月4号到7月6号为国高场。地点在苗栗西湖度假村，费用是每人2500元。耶稣说：“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”下周四晚上7点半，永不放弃祷告会之信心之夜，让我们一起来敲耶稣的门吧。5月20星期五晚上11点，重量级通宵祷告会，不能错过在这个祷告中更深经历神的机会。最后两件事情，请火把人特别注意哦。舞台剧本创作团队招募，如果你对文字、故事、创意写作、舞台表演有兴趣者，欢迎来信联络芷俊姐妹。基于安全考量，禁止随意通行，安全疏散楼梯。最后再次欢迎第一次来到火把教会的新朋友以及妈妈们，在这边祝福每一位伟大的妈妈们，母亲节快乐！